我们演出啊，什么天津、北京、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重庆、武汉、长沙、沈阳、大连、哈尔滨、内蒙古、呼和浩特，我们也都去过。是，我就发现了，哪唯有咱们全城济南的各位朋友是最热情的。呵，哎呀，我记着你上回在大连也是这么说的。还是他了解我。哎，我在大连也说的是济南好啊。这个发自内心，嗯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济南呢是这个相声窝子，嗯，也是相声的第二故乡。对，各位有对相声历史比较有研究的，您就知道了，这个相声的发源地在北京，是发祥地在天津，嗯，影响到了全国啊。咱们这个山东济南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声基地。对，当初的晨光茶社，呵，培养了很多相声老前辈。哎呦，到现在济南也有很多相声老演员，不少位呢。哎，朋友们都喜欢听相声。嗯，现在来说呢，喜欢听郭老师，喜欢听德云社。对，但是郭老师跟于老师啊，毕竟年岁不小了。可不，你想啊，十多年前他们就到咱这儿演出，现在他还在这儿演出，啊，岁数越来越大，身体越来越差，嗯，这都是肯定的啊。郭老师连唱带说表演两个节目，您拿表一掐也得一个多小时，得不容易。到后台呢，赶紧的呢就让护士把液给他输上，好嘛。不要不然一会儿还说一段他盯不住。哎呦，这一点看呢，于谦老师呢比他身体素质好，那就行。侯震给他人工呼吸呢，这就味道不太很好。反正呢他们互相呼吸吧。啊，行行行，侯老师出来四五次了，也挺辛苦的。他也累吗？后边有台阶儿，您看着我们这个舞台就比您坐那位置高这么一块。就是啊。其实不然啊，我们这个幕后的那台阶是通往 B 四的。哦，我们得从地下四层走上来。哦，先爬山啊。这个所以说侯老师也不容易。嗯，大家对侯老师啊也比较了解，都知道他就是我们主持人侯震，报幕员呀。他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孙子。对，这孙子有点意思。您就别叫那么亲了。哎，我们关系挺好的。不不不，您不能叫上孙子。啊，侯大师的孙子是啊，不是我孙子啊，您别误会啊。是你倒这么惦记的。侯震老师啊，对相声艺术我个人认为啊有很大的贡献。人家不是报幕员不怎么说相声。你看看，好像对了，侯老师对相声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已经十四年不说相声了。哦，就别添乱了。哎，他得给主持不挺好的吗？嗯，另外没事私下给郭德纲出出馊主意什么的，是吧？哎，怎么叫馊主意？侯震老师脑子特别聪明。哎，脑子快啊，尤其现在那高科技新产品，嗯，电子产品拿给侯震，别人看说明书研究一年，这都过时了，他还没研究明白呢。这个也废物点儿，一给侯震，两三下就能给你弄坏了。啊，那我一下就坏。走，你看啊，坏了，走吧。行了，甭研究了，踏实了。侯震老这开玩笑啊。嗯。你比如说什么手机呀、啊、iPad 呀、啊、笔记本啊、什么台式电脑啊、游戏机呀、啊，呵。他弄得特别清楚，对，脑子聪明，嗯，开车开得好，呵，十八岁拿的驾照，到现在三十年驾龄，就是侯震老师啊，开车百公里无事故。您听听这一点来说呀，您先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一般的驾驶员，不，等会儿，干嘛？百公里无事故，有这词儿表扬驾驶员的？你这太短了也，我还可以啊，说的不，百万公里。哦，百万公里无事故，哎，就是我们侯震，嗯，指挥倒车指挥的好，当好老师，尤其那新手，挺大的空当倒不进来，自己也着急啊，是，让侯震碰见算行了，嗯，你得听他的啊，侯震老师站在车外头，哎哎，听我的啊，把窗户摇下来，窗户，侯震就是话少，你知道吗？把窗户摇下来，听我，你别开天窗，你开天窗像话吗？像话吗？是不是？这话还少啊！你开，你别开后备箱啊！你开后备箱干嘛呢？嗨，我给你关上了，你别开后备箱是吧？你把你旁边的窗户开，哎，听我指挥啊！点火，打着火了吗？打火啊！打火，听我的啊！左边打死，左边打死，哎，打死，倒，哎，倒，压我脚了，上，哎呀！是吧？他这就是废脚丫子，反正但是他没听他的，是，哎，反正这个还没听。侯震老师啊，特别聪，人缘也好。对，嗯，你看郭老师、于老师、侯老师对他都不错，对，都是我的老师，对他都不错。嗯啊，侯老师啊是他的这个师叔，
是侯叔，侯叔老这么叫。哎，于老师是他大爷。对，你大爷这人有点意思。嗯，爱喝酒，酒对吧？郭德纲是他师傅。是，那郭德纲跟于老师这两个人关系好啊，他们徒弟之间关系也很好。怎么体现出来的？你看看郭老师和于老师之间有一个君子协定。嗯，各位朋友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，您介绍介绍。郭德纲和于谦呢，他俩是互为干爹。有这么一层关系，他俩互为你干爹。你看你这人家不礼貌。什么叫他俩互为干爹？你别瞒着，绝对有这么回事啊！你一到济南你就装孙子，你知道吗？他有这郭德纲跟于谦，他俩互为干爹，有这么他是他干爹，他是有这么回事。没听说过啊？不，你说这不对。有不，你看郭老师的徒弟是于谦的干爹。我们倒是这么想的。你老把那话里边留着，不是这意思吗？不，郭老师徒弟管于老师叫干爹。哦，郭德纲老师的徒弟们管于谦叫干爹。对，比如说那个你啊，是对吧？孟鹤堂见于老师叫干爹。对，于谦的徒弟呢？哎，管郭老师叫干爹。哦，于谦的徒弟管郭德纲叫干爹。对，比如郭麒麟呢？这个郭老二，那是亲爹。你不说的都干拜完师就改成干爹了？不，没有这么变的。哦，反正他们关系特别近。嗯，他见于老师有时候叫大爷，有时候叫干爹，啊，反正他跟于谦关系也近。是，郭德纲跟他更好了。郭德纲徒弟很多，他是郭德纲的爱徒。哎呦，朋友们都知道，郭德纲120多个徒弟，原来80多个，今年五一的时候在天津又扩散了，是吧？跟肿瘤一样。就是又这队伍又扩散了，就扩大了，对，都散到天津去了，知道吗？又增加了40来位，嗯，加在一块儿，郭德纲的徒弟120多个，对，但是爱徒有限，才114个，啊，还有限，基本上就都爱，不爱能收为徒弟吗？哎，这话也对，越看越恨得很，收他当徒弟干嘛呀？哎，真是的，添堵。但是他有一个最爱的，最爱，哎，最爱的就得说是曹鹤阳了，是吧？我以为他要说我呢。就是你啊，是你不是曹鹤阳吗？换个大褂你又上来了。你聊半天不知道我是谁，拿我当曹鹤阳了。就是郭老师最爱那个徒弟是谁？爱徒，爱徒的。我不反正就管我叫爱徒。你就是那爱徒。哎，咱不敢说是最爱的，但是你不是曹鹤阳。我不是曹鹤阳，对吧？您姓什么？我姓栾，栾鹤阳。我们说相声全叫鹤阳。不是说相声全叫鹤阳，郭老师徒弟排字儿，对，云鹤九霄云外，他排字儿，然后呢？您这瞎排，您这是，不排云鹤九霄云外吗？有这词儿啊，全出去了啊！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。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。哎，啊，你不是这个鹤吗？我头云头云，对吗？头一个姓什么？栾呢？哦，姓栾，名字呢？栾云云。人云亦云，栾云平，栾云平，这名字多有意思！你看，提完栾云平，好几千人的场馆鸦雀无声，不得不说也是个奇迹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鸦雀无声，我提曹鹤阳人还乐呢，你提栾云平还单摆夫歌，福摆夫放，底下都是，都跟那亲爹看儿子一样，你看，没有什么反应啊！哎呀，你呀，胖不了了。证明您的知名度啊，还是稍微的逊色一点。哎呦，我逊得厉害。但是现在比过去还强点了，有点进步。新名词不叫知名度，嗯，叫流量。对，不客气说话，他现在多少有点流量，是每月3个 G， 然后超了您得交钱。您啊，您说那是手机的流量，你想表达的呢？咱不是说这知名度吗？知名度也不错啊。前两年德云社有个综艺节目，嗯，德云斗鸡社，他在里边担任斗鸡。德云斗笑社，斗笑社，斗鸡社。你演什么在里？斗鸡，斗鸡，我还是斗鸡，斗鸡眼儿。我他负责斗笑，嗯，在那里头斗，给10000观众送去笑声。10000，确实不错。栾云平这名字也好听，名字也好听。栾云平，这有什么好听不好听？栾就是姓栾的栾，云云就是云平的云，平平大概是栾云平的平。对，你是不是没得说了？还没解释呢，这还能解释？哎，云平，云平，平步青云。呵，好消息。平步青云啊，就是说听您的相声啊，
特别的平淡。哎，那就行。哎，要是不听他的相声，就跟没听一样，是吧？您这话跟没说一样，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。嗯，不听跟没听一样。是，听完之后就记住你了。哦，嗯，确实是相声说得好。您竟夸我，说学逗唱四门功课，他占一个听字儿，啊。我说相声，我怎么听相声了又？你得听啊，你不听你能学习吗？对，你师傅给你布置任务，听这个去啊。啊、哦，不听就不听，行吗？别介，还是的，嗯，而他各方面都挺好。哎，凑合。哎，脑子虽然说笨点没关系，嗯，不影响他成为副总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这儿的副总一般都是脑子不行。不，谁说的？我脑子怎么叫不行啊？ 你就不行。我行。你脑子慢。我脑子快。承认不承认脑子慢？我不承认，我不承认。你当着各位济南的父老乡亲，我出个题考考你。我说一句话，你注意啊，这就是个谜语，你猜不着，就说明你脑子慢，行吗？你说我听听。注意听这个，你叫什么？栾云平啊。在德云社骗来一什么职务？什么叫骗来的呀？当什么？副总。副总，栾云平当副总，这题这来了。栾云平当副总。猜一个三国人物，这是孙权。怎么孙权？栾云平当副总，嗯，这孙子有点权力。孙权，这叫谜语啊，这叫智力测验。什么智力测验？我就不承认我是这孙子，你这个你不承认不行啊。孙子有点权力。哎，这孙子不错，确实。谁孙子不错？脑子慢点不慢不慢的呢。你看看，你还不慢？栾云平当副总。速问速答行吗？速问速答，没有，你看快不快？姓什么？栾，还真够快的，今年快45了，知道自己姓栾了，这就不简单。我才39啊，那也快45了。你问我姓什么，告诉你姓栾，这么回答呀？看不出反应快慢，看反应吗？咱来一回逆向思维，所答非所问，才能看出反应快慢。不明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回答的时候跟我这个问题不要产生联系，就算你对了。我还是不理解。比如说问你，你吃饭了吗？吃饭，我说我不吃了。不吃也不行。那我说我不饿。那也不行。一会儿吃。不对。减肥呢？错误。搁冰箱里。哎，拿出来。啊，我问你，你吃饭了吗？你说不吃不饿减肥呢，都跟吃饭这话题有关系。嗯，有关系就算错，没关系才算对。这我应该怎么答？比如说我问你，你吃饭了吗？答案是你说我有痔疮。我还是曹鹤阳，后台我都得趴着，你得离得越远越算对啊，明白吗？就是胡说八道呗。可以，这是我特长，稍微挨上就算错啊。嗯，我也不用多问，五个问题之内你就得挨上。哎，不行，五个问题不可能，一挨上就算输啊。不会的，劳驾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您给听着点。嗯，您得知道怎么算对怎么算错啊。嗯，我问东他答西，我说打狗他说追鸡，离得越远越算他对了。呵，只要挨点边您给他鼓鼓掌，证明他脑子慢。哎呦，你要说挨上难了。五个题啊。嗯，开始了啊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有痔疮。今天星期几啊？灯泡还真亮。你去过趵突泉吗？我有三只脚。几个问题了？三个问题了。你看挨上了吗？我跟您说啊，这百试百灵，脑子慢你不承认不行。什么什么？不是说你啊，接着来呀。不用来，一挨上就结束了。哪儿挨上了？你看我问你几个问题了？三个问题了。这不是挨上了吗？哟，对呀。哎呦，哟什么？这也是一问题啊。当然，一共几个问题？刚说五个。到五个了吗？没有，没到五个都算数，我凭什么不算啊？我以为你是没记住呢。你脑子慢。哎，我这回留神了。留神了，再来一次。我不能听他这个。还是五个题啊？哎，没问题。没废话，你数好了啊。好好好，开始了啊。哎，叫什么名字？哎，灯泡还真亮。你来过济南吗？哎，三个话筒。今天星期几啊？明天出太阳。几个问题了？三 Q 反而嘛。哎呀，又错了吧？没有啊。哎，错了。哟，我真没想到。哎，你脑子太笨了，这不这又错了吧？这不又错了吧？也是个题，第五题啊。又错了吧？没有啊。那不错了吗？其实你这给我写纸上我都能打。写纸上不行，脑子太慢了。嗯，承认了吗？不是不是，
还不承认？这不叫提，那是个一道题，有问有答。除了那个孙子副总，那不行。正式出个题目。对对对，考考你。嗯，出一个什么呢？出一个文字题吧。文字题，这字最难了啊！呵，你注意听着啊！哎呦，听着啊，说是一个不出头，两个不出头，三个不出头，不是不出头，都是不出头。你思考思考，什么头不头的？这是一个汉字，小学生都认识。嗯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了。嗯，告诉你，哎，大森林的森，三个这木啊，对，森字儿，这怎么就什么不出头？哎，森字怎么写啊？就三个木啊。对呀、啊，你看那个木字写出来就是一个不出头。哦，我懂得了。哎，这就叫一个不出头。两个不出头，两个这儿还一个不字出头，啊、哦，三个不出头，哎，这儿也有一个不字往上出头，不是不出头。您听清楚，不是说它不出头，都是不出头，都是这不字往上出头，哼、嗯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嗯，不管怎么说，这叫学问，学问。一个不出头，两个不出头，三个不出头，不是不出头，都是不出头。好，全是不出头，这叫学问。嗯，没猜着吧？没猜着，我说一个，你说一个，我猜猜。我说你也猜不着。不可能。听着啊，你来来，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，说下去，说完了。哦，挺简单的。那是。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。嗯，猜着了。猜着这是二十。呵，对吧？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，二十。你可机灵死我了，好不好？咱不说一个字吗？哦，一个字，对，二十、哦，快点念也不行啊！不行，你嘴里有袜子是吧？猜不着，猜不着，告诉你啊，嗯，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，什么字？这是那个口，哪个口啊？口腔的口。哎呀，你这有点神话，这胡裸着了，怎么会是口呢？看着点啊！你留神，我新买的扇子。哎，嗯，一横，对，一竖，哦，一横，一竖。哦，你这汉字跟法国人学的吧？中国人有这么写口的吗？你写出来就是口啊！哦，这样写口字。对。哦，好，我再说一个。你再说一个，我猜猜。听着啊，来来，我这一说啊，我老直接都告诉他得了都。啊，你说一个我听听。一竖一边一点儿，这个我知道了。嗯，刚才在这跑那小孩都知道啊，大小的小啊，大小的小，对吧？嗯、一竖一边一点儿，小啊。不对，怎么不对呢？我这萝卜的卜。萝卜的那怎么一竖一边一点呢？这不都告诉你了吗？啊，一竖对，一边一点，一竖一边一点，这边呢？那不两边了吗？你，我就说他不是中国人，你这一竖一边一点，咱就认为一竖对吧？每边有一点，哦，一竖就一边一点。我都告诉你了，一竖一边一点，这不行。嗯，我说一个跟你这一样的，你也猜不着。一样的我猜不着。一样的，一竖一边一点，你猜？萝卜的卜不对，那就是大小小也不对，那什么字？上下的下，那怎么叫一竖一边一点？你看，一竖一边一点。哎呦，服了，服了吗？服了啊，服了，服了就完了，服了，服了。你说一个。我再说一个，哎，服了你不说一个，哎，我也比划一字嘛，比划一字，我们瞧瞧，比划一字，哎，就这个，来，是我这身体比划一字，哦，这是一个中国字，那是、啊，这我们知道，咱们中国呀，最早的文字叫象形字，对，您比如说太阳吧，嗯，太阳简称叫日，日，画一个圈儿，点一个点儿，这就是日，慢慢发展成现在这个日字，哎，月亮的月呢？过去是画一个月牙儿，哎，慢慢演变成现在的月。哎，水字儿呢？老师、哎，过去是画那个水波纹。老师，您还猜不猜了？一会儿我臭了。你火龙机，你要翻板是怎么？不是，我这比划着，你这。我给大家介绍我怎么猜着的过程。您甭介绍了。你这字我知道啊，大伙儿也知道。哎，毛巾的巾呢？这不都看见了？毛巾的巾，象形字吗？哎呦，毛巾的巾，你还别说，您一猜的还真是错的。错的干嘛？那什么尺寸的？对了，毛巾的巾。不对，我这是吊车的吊。胡说八道，吊字上面有一口。我说还是张着嘴的吗？张嘴也算，多新鲜！我应该给你戴着口罩。哎呦，我比划一次。嗯，我比划一次啊。啊，我比划了啊。你比划呀？比划完了，一伸胳膊这就一个字。这我知道，这是哪个字？这是八九十的十。八九十的十，对，哦，行，这算你对了。你干嘛算我对了？脑袋上再顶一横，这再加一横啊，啊，再顶一横，什么字？
干，干工作的干。不对，和平的平。和平平不上俩点儿的吗？这有俩耳朵。我给你瞪下来，我。你没猜着啊？耳朵也算点儿啊？算不算耳朵？我不能算耳朵。不算耳朵。哎，不算耳朵。顶一横，猜。这干工作的干呢？不对，那这是于谦的于。于谦于有个勾啊。我这翘着脚呢。翘脚？你没猜着。我也得看得见呀。你没猜着啊？你这大褂坐长了又。不翘脚，猜一个字。这是中国的中。不对，这什么字？申请的申。申请申有一横。我里边有皮带。你像话吗？你都没猜着。不，这不不不啊，我看得见你皮带。这都不行。不不不，说一个题吧。说一个。注意听这什么题啊。嗯，听这个啊。说什么东西呀？ 啊能吃能喝又能做。哎呦，这题你思考思考都臭了街了。你猜呀。冰棍儿。冰棍儿怎么能吃能喝又能做呢？吃冰棍儿啊。哦，能喝吗？那化了喝水啊。又能做。你买一箱。这大热天你坐底下。那坐底下不行。那冰棍不是用来做的。你那猜的不对。不对。猜的不对。您公布吧。我告诉你啊。啊。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。什么呢？面包、牛奶和椅子。三样。我没说一样啊。哎呦。你没猜着啊。您这题都能上高考，您这题好不好？好家伙，没猜着，没答上来，他告诉三呀，猜着没猜着，没猜着。对呀、啊，你这再来个简单的，嗯、上那儿去，上这儿，让大伙看清楚了啊，蹲下，回来，就这动作，猜一种中药，人参，枸杞，这多简单。像话吗？这个科西一这岁数，怎么不像话呀？像话，没猜着啊！哎，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猜国家，猜一个国家，嗯，猜不着。这是巴拉圭，巴拉圭呀、啊！我是那龟呀、啊！我是。您就别客气了。像话吗？这都，您这都不行。您说一好的。巴拉，我还得说一好的。你说一个。呵，说一个。这我跟你说，我到济南我才说这个。说一个，听着啊。哎。哎，咱就说这个吧。说哪个吧？说有一个鱼缸，这鱼缸里边俩动物，一个鱼啊，一个王八，把这鱼缸里边搁上水，把这鱼缸呢放到冰箱里边。哎呦，可不是说冷冻啊，冷藏，搁这个24小时，一天一宿。把这冰箱门打开，把这鱼缸拿出来。嗯，你再看吧。怎么了？光剩王八没鱼了。题目呢？鱼哪儿去了？哎呦，这个很简单，鱼嘛，让这个王八给吃了。王八并没有吃。没吃蹦出来了，在冰箱里呢。冰箱里也没有。冰箱也没有。对。王八也没吃。没有。那我知道了。嗯。变魔术呢。变魔术。对吧，他冰箱里提前搁一套，搁那不带鱼的。转天搁这把那拿出来了，对吧？你累不累呀、啊、你就这道理啊。不对不对。仨都不对。不对。猜不着。我告诉你啊。你公布出来。一个鱼缸，对，一个王八，一个鱼，嗯，搁着水放冰箱里边，24小时，打开冰箱门，把这鱼缸拿出来，嗯，光剩王八没鱼了，这鱼哪儿去了呢？王八也纳闷呢，这鱼哪儿去了呢？我还是那王八，这跟那巴拉圭你看多联系？去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你这不怎么样？是，我也费半天劲，这不拿人开心吗？我也觉得不怎么样，拿人开涮。就是你们说相声的，净这瞎逗咳嗽，嗯，有点真格的没有？真格的啊，我们当然有真格的。什么是真格的？你我们有基本功。基本功是什么基本功啊？我们头一篇头一课什么？绕口令。绕口令叫什么基本功？吃不得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不得倒吐葡萄皮儿，傻子都能说。绕口令有什么了呀？你说那个不是相声演员说的绕口令。你能说哪个绕口令啊？你能说十多个字那个？十多呵，你能说吗？呵，你打我手背上。你说一个十多个字的。你听这个长点的，听着啊，说到底十多个字还是长点的？十多个字就够长的了。你听着啊，啊，打门旮旯后头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。你这超刺激了。我让你说十多个字的啊？你这个我们大家都听过呀，这我们会呀。打门旮旯后头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，16个字，这我们会、啊。你是相声演员，我说上来了，我也相声演员。哦，咱比的不是说清楚不清楚，比什么呀？咱比的是这气力。气力。这个绕口令一共是16个字，16个字连着，中间不缓气。干什么呀？说上它10遍。
哦，一个绕口令乘以十，对，160个字，160个字。哦，哎，说完了还不算完。哦，还打一滚。我打滚咱不行啊。嗯，还得饶上这么一句话。哪一句？我可没缓气。165个字，对，一气呵成。对，谁行？我就行。你能说吗？那当然了。你要能说上来，朋友们给你鼓鼓掌。鼓掌。说不上来，真的，这比拉二胡强多了。我说不上来，你是我儿子啊。这你甭儿子，来听着啊，请说。我说你数着点啊。哎，我不相信。嗯。听着啊，来吧，我也得运运气，我也嗯，听着啊，10遍啊，10遍，嗯，打门高出一抱小灯，从第一遍开始啊，从第一遍开始说，你差点没呛死我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得问清楚了吧，对吧？第一遍一二，我这口气刚上来啊，又下去了，多新鲜哦！来来来，那就不要打断我了、啊，咱得问清楚，我就这一口气，是不是？听着啊，哎，打门高出一，刚才那2遍可不算了，哎，好，你刚才那复习那个不算，行行行，来吧。你没有什么遗言了吧？遗言你听不了，得长子。好，我是次子。嗯，你不要打断了啊！哎，你说我数着，听着，我给你数着。打门个出去抱小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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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没缓气，怎么样？哎呦，好，好啊！为什么咱这全程济南呢？哎，咱就为了成全他，成全我，是不是？还说的还踢了秃噜，踢了秃噜，踢了秃噜，哎呦，跟吃靶子肉一样。呵，一点都不清楚、啊。哎，你就觉得香不香吧？一点都不清楚，香不香？就你这个水平啊，嗯、你这水平站这儿，我不动地方，一口气我能说的400多个。来一个呀，来一个就来一个。400多个，400多个、嗯，数着，哎，看是我的嘴快，还是你的手快？注意听着啊，说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，清楚不清楚？清楚，一个了啊。一个了，啊！你这还缓气，咱得不缓气、啊、哦，不缓气要连着说400多个，属于天方夜谭，有点神话了。不缓气的话，一口气说不了400多个，一口气我也能说的326个。嚯，326个到327个啊！注意听着啊，注意听着啊！我这数着，大家都数着啊，都数着，听着啊啊！您鼓励鼓励我，谢谢。哎呦，力气活啊，这一般人我告诉你，我这准备参加大运会的项目，这都是。好家打门旮旯后头出了一个抱短扁，什么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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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短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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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没缓气，谢谢。行行行，哎呦，哎呀，你差点现原形，你知道吗？有200多，哎呦，200多有吧？差点我就给你搁冰箱里了。干嘛呀？你都要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不说上有不错，这是不错，快憋死了。哎呀，这是玩笑。说相声的说学逗唱，这您都听得听腻了。嗯，这个唱呢，刚郭老师介绍了，叫太平歌词，多好听啊！其实他说的不对啊，不光是太平歌词，嗯，还有一个呢叫数来宝，呵，嗯，数来宝也是唱，数来宝啊，后来发展呢快板啊，我给你唱段快板书好不好？呵，我刚一提啊，朋友们就鼓掌了啊，证明什么呢？您对这门艺术比较喜欢，比较热爱。啊，咱们山东济南呢也有很多老先生、老前辈。过去有一位老前辈叫王凤山，王派。哎，王老先生就是在咱们济南呢成长起来的。嗯，啊，王老先生的徒弟啊、公子啊，都在咱们山东济南。对，是吧？这个王派是快板的一大流派，是。还有李派和高派，啊，这都风格不一样。王派王凤山，李派李润杰，高派是高峰，是吧？啥？高凤山，高凤山，老前辈。对，啊，你别在这儿对对对的。这你外行，这我唱一段，你连大门都找不着。我是专家，你专家你也找不着大门啊！我在这唱一段，你知道是哪段吗？我告诉你哪派哪段。行，怎么样？咱就这么办了啊！哎、我给你唱一段快板书。嗯。
还真是不错。来，唱啊！他们照相呢。行了，你再把雷招来。别比人那是自拍，你行了行了。自拍啊，自拍我就不自嗨了啊。这个呢是开场板，开场板，这是前半套，再唱词是后半套。对，这段对不起了啊，副总，对不起了啊，让您在这儿丢人了啊。你没听过这段？你来吧，听这个啊。我说的是，剃头的师傅叫大老王，家住咱们济南王家庄。从小学徒啊，行了，是个理发匠的，每日里他是挑着个担子走四方。老师说这一天，您别唱了，您别不要自呵，你够自嗨的了，你干嘛？还挺美，嗯，这太明了您。什么意思？大老王剃头啊啊，剃头师傅大老王，头一句您就唱出来了，点题了哈。您那知道不知道？知道吗？这段知道，老王剃头啊，哪派的？这个啊，您这是像理派啊？像理派干嘛？行。这儿给你留面子，这叫热身，热身。什么天儿了，你还热身？哎，热身，这是属于预赛，预赛知道吗？再来一段，你就不会了。听这个，听这刚那段不算啊。好、哦，行，不找你要钱啊，不算啊。听这段啊。你有点篝火了。21岁的小寡妇，少姓没神儿，思想起了奴家好命苦，握着过了门的饭白裙儿，死了那个栾云平。栾副总那天喝完了酒，嗯，死了那个当家人，这是原词儿。我问你，这是哪段儿？这个哪段儿？小寡妇上坟儿，又叫栾云平之死。去，嗯，这是个小段儿。哪派？哪派？这是王派。你这开场板打得多好啊！行啊，有两下子。哎，小蔡，你有两下子你。你这段都知道，怎么亏人家的吗？再来一段，再来一段，哪派不用猜了，还剩一高派啊！我唱一段我最新挖掘整理出来的，呵，你不可能听过，我向学习了，我还。谢谢。这个同仁堂啊，那开的本是老药铺，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，药王爷就在当中坐，十的名医呀、啊、列着两旁，先拜这个药王，后拜你，这个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，这个药王爷这个本姓孙的，是金龙跨虎手捻针，内科的先生孙思邈，外科的先生华佗高，这个孙思邈这个医道高啊，32岁保当朝，正宫国母啊，得了病，这个走线号末治好了，一针治好了娘家的病啊，两针治好龙一条啊，万岁一见龙心喜，亲身选他在当朝啊，封他的文官他不要，封他的武将他不投摇啊，万般给他出在了无忌奈的亲赐一件大黄袍，在一旁怒恼了哪一个？怒恼了净贼老英豪，这个微臣我东挡西杀，这个南征北战，跨马轮边功劳大，我主万岁你瞧不着啊，就凭那小姐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了娘家的病啊，我主就赐大黄袍，革职为民呢、啊、臣我不要啊，黄袍的事情我不饶，他说的恼来道的怒啊，手提张鞭赶黄袍，这个药王爷妙法高，脱去了黄袍换红袍，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岛，黎民百姓财不相烧啊，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，您老这个兰贵3尺3寸3分高，这个一边供这个压药碾，这个一边摆着这个炸药刀啊，炸药刀啊亮汤汤啊，各种草药泥了先尝，先炸这个牛黄克狗宝，这个后炸槟榔与麝香，这个乳香墨月是姐俩，这个贝母冰片有大黄，这个桃仁搂着杏仁睡，二人躺在沉香床，睡着三更叫半夜，胆大的木贼跳进墙，盗走了水银50两，这个金毛狗哥叫汪汪，有丁香他给鹿茸去送信，这个人参这才做了大堂，拨手抄起甘草棍，这个棍棍打在陈皮上，他打着这个陈皮流鲜血，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，大苏丸小苏丸，这个旁的海，这个地溜圆，这个狗皮膏药贴上盘呢、啊、有一天丸
二地丸，三神丸，还有槟榔四硝丸，五虎丸，六制丸，七珍丸，八宝丸，那个九龙丸，还有十全大补丸呢。我有群接这个药名往下唱，我唱到了明天唱不完了。这就是同仁堂一个小段，我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福寿双全。谢谢，谢谢。此人已经听傻了。哎呀，这段终于有你不会的了，是吧？他没听出来这是哪段。接下来呢，我给你看不出来，不爱搭理你吗？你凭什么不爱搭理我呀？不，你这你自己都唱出来了，同仁堂开老药铺。这段叫老药铺，这同仁堂的一个小段啊。哎呦，你可你真把人气死！知道这是哪段？这不同仁堂？你知道你不拦着点我弄我，好家伙，三十分钟我给唱完了。哪有三十分钟？说你孙子，你还不爱听，你是真是的。你下回说你孙子，你对对，你说的对，呵呵呵，多好！凭什么呀？你真是哪有这样的？拦着你不听啊！这段叫《同仁堂》，对，这都是死词儿，数来宝。那不都背吗？老先生编好词儿之后啊，把它唱出来，大伙儿这么学。真正有能耐叫活词儿，数来宝，即兴发挥，现编现唱，这最难了，是吧？哎，现在全世界会这个的，就是我一个人。来一个，那还真是得抓紧来。对。来一个，是吧？现编现唱，你唱两句，嗯，就是随便唱。哎，有题目我就根据题目现场编词，是吧？对，你唱这，你唱这灯泡，灯泡啊，大灯泡，真叫棒。嗯，合辙押韵。要是没电它不亮，还真是不错。当然了，来啊。完了，啊？这灯泡还唱多少？两句不少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个麦克风啊，麦克风它放当中，要是没电不出声。唱啊，唱完了。这舞台上有电最近的音响，哎，大音响，它是高档，要是没电准不响。行，甭等了，这也完了。对对对，我还这底下有搞对象的。哎，年轻人搞对象，要是没电搞不上。你这叫活词儿快板啊。看我这就有徒弟了，你看啊，这不还是死词儿吗？怎么死词儿啊？啊，搞对象跟电有也没关系。搞对象跟电有关系啊？有什么关系？搞对象你见不着面头得发微信呢，发微信呢，你下午别来了，我丈夫回来了。你看，这叫搞对象啊？这叫、啊、像话吗？那发微信得手机得有电呢、啊。嗯，好不好？不，就这都唱两句啊？哦，唱两句太少了，是、啊、多唱点。哎，唱什么题目？就搞对象嘛。吹灯泡哈、啊？啊，吹灯泡干嘛？啊，唱哪个？搞对象，搞对象，搞对象，搞对象啊！搞对象，我要搞四个对象，什么意思？往下唱。哎，让我唱那个，我就唱。你爸爸台下搞对象，搞你爸，你叔叔台下，不，你爷爷，你去谁？我跟我不认识。哦，非亲非故。咱唱这题目。哦，就是唱这现象。对，搞对象，他的规矩多。什么规矩？一男一女最适合。太对了，搞对象为的把话说，体育馆里少，这个公园里边多。他们越说越谈越有趣儿，商商量量办喜事儿。嘿，结婚的一对儿一对儿又一对儿啊，就是没有你的份儿。嗯，我听说你还没对象，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？不，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呢，有空你就去一趟。哎，不，嗯，太远了啊，太远了。西藏你坐飞机去啊、嗯、到了西藏下了飞机，年轻漂亮的西藏姑娘过来拿那海带挂给您。怎么走哈达吉祥如意、嗯、哈达对吗？对，吉祥如意的象征。嗯，搞得不错。结婚、嗯、结婚的时候找个喇嘛给你主持。来，您这超度好不好？不要这样。不要。那你来一个哪儿的？我有对象。来个外国的。嗯，乌兹别克斯坦。别哈，我有对象。有对象你不告诉我？我凭什么得告诉你呢？有对象哈、啊、搞成什么样了？我都快结婚了。快结婚了啊。哎呦，给人家群发微信了吗？给谁群发、啊、给大伙儿。你请人大伙儿啊。你甭管。在天津吗？你甭管。哦，要结婚、哎、那是好事啊。8月28号。哦，是晚上夜里啊。对、嗯、有夜里要结婚。你跟我说，嗯，我给你办辆火葬车。别说了，这个火葬车呀，行了，
他结婚，直说结婚。火葬车好，于谦有路子，他是八宝山电影制片厂的。结婚要火葬车干嘛呀？这车便宜啊。便宜也不行啊。还有卧铺。废话，没有站这烧的。这行不行？这个不不不不，你叫什么车？我就咱就普通小轿车。小轿车，你结婚，你跟我说，我给你办辆火那个。哎呦呦，我给你办辆奥拓小轿车。这车都不好买了吧？你结婚呢，你跟我提，我买点礼品送给你。好啊，我买的礼物实在多呀。怕你们家地儿小，我没地方搁。有地儿，有地儿搁吗？有有有。那我真送了啊！可以。哎，有电磁炉，有电饭锅，有按摩椅呀、啊，有电脑桌。那按摩椅呢？有大电视，有摩托车，有大花圈，有骨灰盒。这些个东西往哪儿搁？行了行了，您唱的太清楚了。怎么哪儿清楚？有大花圈。对。有骨灰盒，哎，这些地方往哪儿？这不有结婚有送花圈吗？骨灰盒送什么圈？花圈，大花圈，骨灰盒。你听，哪有这词儿啊？你唱，人家结婚有送这个东西的吗？不配套啊！不对，不，你唱，我听见了。你耳朵听错了，你有毛病，耳朵有毛病吧？耳朵，我看看。哎哎，他耳朵有毛病。我那这样得了啊！你再唱一遍，我听听。再来一遍啊！听着，你结婚。你跟我提，我买点礼品送给你。我买的礼物实在多，怕你们家地儿小，我没地方搁。从这儿唱啊？哎，有地儿搁吗？哎呀，有电磁炉，有电饭锅，按摩椅，有电脑桌，有大电视，摩托车，有大花篮，大花篮首饰盒，这些个东西往哪儿搁？大花篮，对，首饰盒，首饰盒，大花圈，嗯，骨灰盒，是我唱的不对呀、啊？是你耳朵有毛病、啊？那大小齐，我听错，你听错了，而且您不要比划这个形状，好不好？什么形状啊？首饰盒的形状啊？嗯，哎，大花篮，这个大花篮呢，它这人人夸，那里边插的是鲜花，那是有玫瑰花、这个茉莉花啊、芍药花，还有牡丹花。你媳妇儿一看笑哈哈，嗨，这个首饰盒它带花边儿，那卖的都是功夫钱儿，上边沿儿下边台儿，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，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儿，装相片儿啊乐悠悠，安上电池它能转悠，转起来的特别快，能够达到80迈。行了，您那就是电动的骨灰盒啊，电动首饰盒。我确实听出您这活词快板了啊！对，后边这套你越来越熟啊！你是啊，即兴发挥嘛。哎，都到80迈了，这骨灰盒。对呀、啊，转的快极了。不，首饰盒咱不要这个。什么骨灰？首饰盒哪听出骨灰盒来了？你上边牙下边台儿，象牙雕刻整一圈，它是那种仿象牙。有个我不管那个，其实是塑料的。还有个框子装相片。相片对呀，首饰盒安上相片，你要上外边嘚瑟去，丢在外头了，人一看照片，这不栾云平的媳妇儿吗？小寡妇的首饰盒，这给送回来，还是骨灰那个，它就是实名制的。不，哦，咱不要这个，你要什么样的？咱就老款传统的，一盒一盖啊，我这也一盒一盖的。不，您那盒没合页，你要带合页的。对，哎，怎么回事？首饰盒啊，它真叫好。各样的首饰装的不老少，所有的东西都办齐，那个我来给你当司仪，就是主持人的。这个买白纸啊，写黑字啊，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，谁的喜事儿白纸黑字儿？白纸黑字有这词儿啊，成语。那是合同的白纸，就是先练好了。不写白纸不，这没有用白纸。写的时候不用白纸。对，买绿纸，写黑字。绿纸画一王八。买黄纸，算卦的。买报纸，报纸。嘿，买手指写黑字儿，别黑，这是穷黑什么呀？为什么不让黑黑？买手指，买手指。我结婚用手指，结婚用手指，对呀。啊，用什么纸？买红纸，买红纸写红字儿啊！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，那还看得见吗？买红纸写金字儿，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，
就听见汽车喇叭响，你这个新郎往外闯，敲锣打鼓啊，喜洋洋，汽车里坐着个大姑娘，你冲着汽车一鞠躬，鞭炮齐鸣，咚咚咚，你冲着汽车二鞠躬，大家伙抻脖瞪眼睛，你冲着汽车三鞠躬，新娘子坐在车里不吭声，你冲着